来喽，哟吼！快下来，可可！真的好玩，下来吧。有点吓人。嗯，我不怕，我还要玩，还要玩，还要玩。吃点心了。今天的点心是炒栗子。哇！炒栗子肯定很好吃。我要再做一次。来吃点心了，阿露。一个都没有了。那边，你去哪儿了？这里。别哭了，阿露，麦莉阿姨家肯定还有栗子的。这可怎么办？家里没有了，这是最后的栗子。什么？别哭了，阿露，我来给你摘栗子。我也要，我也要，炫彩精灵露露也要。阿露，别哭了。朋友们不是说帮你摘了吗？真的吗？阿露，朋友们去摘栗子的时候，我们和小精灵们一起玩滑滑梯吧。一定要摘到栗子哦，知道了吗？这里也有毛栗子，一、二，哇，这个好大！哇，肯定很好吃。我全都能摘回去。个子太矮了，够不着啊。露露，那你来试试啊。你看清楚了，炫彩精灵露露我是怎么做的？危险！什么呀，毛栗子这么尖，全扔下来多危险呀。别说了，小杰，多亏了露露，我们把毛栗子捡起来就行了。对，看到了吧，炫彩精灵露露我的实力。装好了就赶紧去麦莉阿姨家吧。阿露肯定会喜欢。这多亏了炫彩精灵露露我，因为你差点出大事了。那还不是捡了很多毛栗子吗？哦天哪，这就是毛栗子。阿露长得好丑。
怎么样，我摘的毛栗子？我们也毛毛了的好吗？好了好了，大家一起来剥毛栗子吧。没事吧，阿露？好痛，太坏了！栗子动了。哦，是刺猬啊。哦，刺猬吗？没事的，来。刺猬是身上长刺的动物。哇，和毛栗子长得差不多呢。阿露也摸摸看，很软的。不是有刺吗？长满了刺，我害怕。和它的外表不一样，真的很柔软呢。那也不要。乖乖待在这里，剥好栗子煮熟吃过之后，我们就带你去找妈妈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剥栗子吧。好。剥完了，那就去扔掉栗子壳吧。好，我也要去。阿露就在这儿守着这些栗子吧，也照看一下小刺猬。不行。了不起的朋友啊。真的很帅。肯定很好吃。谢谢阿姨。阿露快吃啊。看起来不好吃。原来不是还有尖尖的刺吗？超级好吃，跟它的长相完全不一样。毛栗子是因为有尖尖的刺，才看起来有点可怕。栗子是又香又甜的呢，尝一下吧，真的很好吃。知道了。不能扎到我了。刺猬的刺也和它的长相不一样，很柔软的。虽然毛栗子长得很可怕，但是里面的栗子却很好吃。我不行，我做不到。阿露，没事的。轻轻地摸摸看吧。没事的。来，你多吃一点。
阿露，栗子都吃完了吧？那我们把小刺猬送回刺猬妈妈身边吧。这么快？阿露，走吧。刺猬窝好像就在附近。明明就在这儿的。小刺猬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以后再来玩吧。是啊，到时候要和小刺猬开心的玩。是啊是啊是啊，我们还会来的。嗖嗖嗖嗖，绳子甩起来呀，呼啦呼啦跳着跳起来吧。小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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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蹦蹦跳跳快点进来吧。阿鲁阿鲁，蹦蹦跳跳，快点进来吧！小不点小不点，叫一声万岁！小不点小不点，转过身来吧！什么嘛？医生精灵！是迪迪呀，努努、小杰。阿露、吉吉也在呀，看来是在跳绳啊。是的，真的很好玩。医生精灵也要一起玩吗？不啦，刚刚照看完生病的小精灵们还很累呢，得快点回家休息了。小精灵们生病了，是感冒了，现在差不多好了。吃好睡好，保持好心情，就应该没事了。你们玩的时候也小心，别感冒了。小精灵们肯定很难受。我好担心小精灵们啊。我也是。我们去那里阿姨家看看吧。烧也退了，应该好起来了。这又是咋了？江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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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我做了好吃的，吃点就不哭了。江江江江，真是，好吧，江江江江。怎么办呢？阿姨，我们来了。你们来了。我们听医生精灵说，小精灵们生病了。在吃了医生开的药之后，感冒是好了，但是同时又开始哭闹。我一个人照顾实在是太难了。我们来帮您。是的。哇。Hello。小精灵们，我们来陪你们玩了。是啊，和我们一起玩吧。那我去准备点吃的。您就别担心了，我们会好好照顾的。阿露会帮你们的。为什么这么不高兴啊？开心一点吧。耶，哈喽，耶，哈喽。
好像这个也不行，怎么样才能让他们心情好一点？要挑出这些豆子里不太好的，小精灵们会吃的。我来帮你。我来跳个舞吧，很好玩的舞呢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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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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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！嘿嘿，呀呀！啊哈哈哈哈哈！啊！啊！努努，跳舞好像有点用呢。好，猴子屁股舞，摇摇摆摆，摇摇摆摆，哈哈，好了，加把劲，摇摇摆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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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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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啊呀！呜哎！你小心一点！干了！没事吧，诺？我没事。来，抓着我的手站起来吧。学步车掉不下来了。来帮你摘下来。谢谢你。我也来帮你。不行了，怎么办呢？麦鼠精灵应该有办法，我去把麦鼠精灵请过来。好。来，让我看看。好，现在可以站起来了，努努。谢谢您，麦鼠叔叔。好啊，我现在要重新组装学步车。拜托你了，麦鼠。又怎么了？要我再给你们跳舞吗？现在不想看跳舞了呀。不闹了。是啊，就是这个，不是跳舞，而是这个声音。大家一起来敲。小精灵们喜欢有节奏的声音。大家别停，一直敲。麦鼠叔叔弹弹，奈莉阿姨蹦蹦蹦，阿露哗啦哗啦哗啦啦。小杰，我们也找点东西当做乐器吧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那我敲个什么样的呢？
好了。为了小精灵们，我们来办一次音乐会吧。有请嘟巴嘟巴村的武神努努为我们带来摇晃调料合舞。下面有请咱们可爱的迪迪向大家展示他有趣的声音。迪迪下面是嘟巴嘟巴的元气小可爱小杰，声音很轻快吧？小杰接着是嘟巴嘟巴村的掌上明珠阿露，带来了清爽又欢快的声音。下面是我们善良的耐力精灵，它带来了充满力量的声音。最后是嘟巴嘟巴村最帅的帅哥，最帅的花美男，我麦鼠登场。到外面去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再玩吧。好，出去，来一场更热闹的演出吧。